胡歌。送行参加央视春晚彩排，粉丝直击大陆男星胡歌身穿黑色大衣现身，路途中向工作人员点头示意，帅气身影相当抢眼。除了《繁花》中的宝总，剧中汪小姐唐嫣也来了，顶着大波浪飘逸长发，还有美艳老板娘辛芷蕾。我来溜达溜达。问他大哥人呢？扎起头发，模样帅性，辛芷蕾等车时意外被粉丝们给包围，亲切互动。还有韩剧《一念关山》刘诗诗、刘宇宁也来了，刘诗诗全身包紧紧，仍是被粉丝给认出来。咖啡色上衣、黑色口罩，也在第一次的彩排下班时被捕获。这回胡歌、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都来录制春晚，也让《仙剑三》主角经典重聚。剧迷也期待这部剧的名场面会在晚会中重现。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亮点。欢迎收看黄金时段新闻，我是文慧欣，今天播报一条独家新闻。我只说一次，大年初一7:30，东方卫视春晚准时上线。带你们看看春节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。港星佘诗曼用 man 姐的语气播报新闻，要将新闻女王搬到东方春晚，预告先同框邓萃雯，也让人梦回经典戏剧，金枝欲孽。韩剧登上春晚舞台，演员阵容成亮点。 TVBS 新闻庄纯红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